各位同学，欢迎回来。在关系代名词的第三个小时的课文重点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是什么呢？请各位同学看黑板。黑板上呢，谢老师告诉你，主格官代它后面所接的动词呢，需与先行词一致，也就是它的单复数表现要以先行词来决定。同样的，不要忘记，这个是老师呢怎么样？老师的叮咛，老师的提醒，真正要了解它的概念，我们来看一下例句里面。 老师写的非常清楚了。譬如说，像第一个例句里面，我们提到了 t o m is one of the boys。汤姆啊是其中一个男孩。我要请你填一个动词，who，然后后面填一个动词。你知道这里有一个片语叫做 be 动词加上 found of，found，F-O-N-D 这个字，F-O-N-D 这个字呢叫做喜爱的，它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你知道形容词的前面是配 be 动词，好，形容词的前面是配 be 动词，那么形成一个片语叫做 be fond of，叫做喜欢什么，也就是 like 的意思。所以呢，我说我喜欢运动，I like sports。我也可以讲 I'm fond of sports。be fond of，记得喽，like 它,它是动词，fond u 是形容词，形成喜欢的这个片语一定要讲成 be fond of，这样了解吗？好。 我已经知道这里要填的什么 be 动词，所以这里动词的部分，这里是什么？Who 是主格关代。老师要请问同学喽，be 动词，好，填 is 还是填 r？到底是填单数的 is，还是复数的 r？有的同学说，哎，老师应该是填 is，为什么？有的同学说，你看喽，老师前面哦哎，汤姆单数 is 单数 one。 单数哇，全部都是单数，所以后面的动词嗯一定要单数。错，这一个答案填的是二。r 这个填的是二。r 有的同学呢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部分却用复数的动词，明明前面从一开头看过来单数单数单数，为什么后面的动词是复数？来看一下，好，你如果呢搞不清楚的话，来表示你你对句子的结构还不太了解。看这里，汤姆主持。 is 动词，动词看主词的脸色，主词汤姆第三人称单数，我们用单数动词。好，我们刚才已经告诉你了，这里有动词，所以这里 who 是主格官带所以它是它的动词，有没有？这个 be 动词是 who 的 be 动词，我要请问你，who 指的是谁？who 关系代名词代替的是谁？ 回想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句子，我有一个住在巴黎的朋友。I have a friend who lives in Paris. I have a friend who lives in Paris。来，特别注意这个 who 指的是谁？对，就是指前面这个 friend，也就是它的先行词。关系代名词到底代替谁？就放在它前面的那个名词就是先行词。所以老师要问你，请问你 who 指的是汤姆吗？不是。Who 指的是 one 吗？不对。Who 指的是谁？ 前面的先行词啊，who 指的是 boys，所以啊，这一个形容词子句是来讲男孩的。Who 既然指 boys 是复数，那这里当然用 are 喽。所以动词的单复数要看主词的脸色，你要搞清楚主词。主词它的主词虽然是关系代名词，但是你知道关代代替的就是它前面的这个先行词，所以复数用复数动词。 那你会说老师，那这个 one 是怎么搞的呢？好，整句话看来怎么翻译哦？汤姆是啊，这些男孩当中的一个。哪些男孩？哎，我这句话是来补充说明男孩的哦。我这句话不是补充说明汤姆哦，也不是主补充说明那个 one 哦。这一句话 who 所引导的形容词子句是补充说明 boys 的。所以听好，整句话是汤姆是那些。记得名词跟形容词子句要形容词子句翻译哦。 先翻形容词，再翻名词，就是中文。所以汤姆是那些喜欢运动的男孩之一。我要请问你，有时候题目会这样考，请问这一句话里面，喜欢运动的是一个男孩，还是很多个男孩？喜欢运动的是只有汤姆这一个男孩，还是很很多男孩都喜欢运动？当然是很多男孩，因为他在这里告诉你 boys 复数，有没有看到？ Boys 复数，这样的男孩是什么样的男孩？Who are fond of sports？喜欢运动的男孩有这么多个，汤姆只不过是那些男孩的其中一个。所以，同学要看清楚。所以，这个题目看过之后，你来看这一个中文叙述，你就会觉得更清楚了，有没有？主格官代它后面所接的动词。 主格冠代后面所接的动词要跟谁一致？要跟先行词一致。为什么？因为这个主格冠代代替的就是这个先行词。这样了解吗？好，我们说这个代名词看不出单复数，但是我们知道它代替谁？代替 boys 是复数，所以它的动词就用复数喽。好，有概念之后，后面的例句就更简单了。第二个例句：I know a child。我认识一个小朋友。 Who 怎么样？这里有个片语叫 be good at，还是一样 good 跟 fun o d 一样是形容词，所以前面配的是 be 动词。Who 指的是谁？很简单，来，我们把它画起来。Who 指的就是前面的这个先行词叫 a child。Who 指的是单数，所以当然配单数动词的什么 is。Be good at 叫做精通哦，什么方面很行很在行？这个片语呢，我们称为什么？Be good at。 啊、oh,，be good at，精通什么东西？好 s e r v i n g 你知道了，冲浪。哎，我认识一个很会冲浪的小朋友哦。好，surf 是冲浪的意思。现在呢，很流行的运动冲浪 surf。那么 surf 冲浪这个动词呢，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是它跟 internet 配,配在一起，internet 就是网络咯。surf the internet，surf the internet。 叫做什么？上网，用 serve 这个动词，其实它很类似的哦、喔。你看它的活动，你看到、喔、所谓的什么？所谓的冲浪，你看那个浪一波一波一波的，你就这样，哎、欸，你的什么冲浪板就这样划过一波一波的浪，对不对？那冲那个什么上网为什么会用 serve 这个动词呢？很可爱的是，你看，哎、欸，你一定要进到网络世界。那当假设说我们是找资料好了哈，你可能要找某一笔资料。 你到了网络世界里面去，你就开始一页一页的翻，那一页一页的翻，而且可能这一页我们看了没有，我们就把它下一页，就像是波浪一样，有没有？一直翻页，一直翻页，一直翻页，一直翻页。对，所以这个动作很类似。所以呢，我们用 s e r v e 这个动词，冲浪的这个动词，我们也可以讲 s e r v e the internet，就是上网的意思。好，现在很多人都在上网，所以上网的英文怎么讲？要会 s e r v e the internet。好，在这里呢，我们只有讲 s e r v e 那你知道？ 介系词后面碰到动词，一定要把它改成 v i n g 咯，所以是 as good as s e r v i n g 用 who 主词来引导，所以 I know a child who is good at s e r v i n g 记得 who 到 serving，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形容词词句来修饰前面的 child。我认识一个很会冲浪的小朋友，很厉害哦，吼，那么小就会冲浪。好看下一句，adults don't like children Ad ult,。adult a d u l t adult。 指的是什么？adult 指的是大人，那么加了 s，它是复数了。大人呢不喜欢呢小朋友，什么样的小朋友？是不是每一个大人都不喜欢每一个小朋友？当然不是，它有限定了。什么样的小朋友？后面补充说明，who lies？请问你说谎叫做 tell lies，这个 tell 要不要加 s？来判断一下，who 指的是谁？诶，你已经知道了，who 在这里是主格官代，它指的就是前面的这个 children 是复数。 Children 是复数，所以我们的 tell，我们的 tell 要不要加 s？不需要。好，所以呢，整句话呢，大人不喜欢呢说谎的小朋友。Adults don't like children who tell lies。好，你也可以改了、哦。我们说呢，老师不喜欢呢不写功课的小朋友。Teachers don't like children who don't。 怎么样？对了，do their homework，好，没有做功课的，do the homework，好，做功课用 do 这个动词，所以呢，随时你可以说你不喜欢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人可以补充说明，变成自己的话。好，这里呢，我们提到了，那当然了，在这个部分，我们呢，这里用 who，你也知道了，主格官代用 who，先行词为人的话，用 who，当然也也可以用谁，当然也可以用 that，对不对？ 所以呢，其实呢，很多同学呢，在求学的时候呢，哪怕是到了社会上啊，想要把关系代名词学好，都不得奇门而入。他们就有一个印象，好、哦，他们就有一个印象，关系代名词好难哦。其实关系代名词不是难，它是怎么样？它是用法比较多样，变化比较多，好、哦，所以只要变化比较多，你一稍不注意的话，你就会以为它很难，你搞不懂。好、哦，其实说到目前为止。 你从关系代名词的第一个小时到现在，好，到现在第三个小时开始了。其实它不难，你要知知道它基本的道理。然后等到到后面，我们在做变化句型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就是老话一句，难的句子都是从简单的句子变来的，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告诉你了它的动词应该怎么表现。好，动词应该怎么表现？要看先行词，主格的先行词。那么主格的先行词代替的就是它前面的那个名词。好。 代替的就是主格的冠带，代替的就是前面的这个先行词，所以动词要怎么表现，就是看它，看看它是单复数就可以了，对不对？好，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喽。好，那我们说呢，不管先行词为人呐、啊、为事物、为动物啦、啊，我们都可以用 that 这个呢通用的这个关系代名词来表现。好，那么同学从国一、国二、国三，我相信喽，大部分同学都听过 that 这个字。 那么 that 这个字呢，它随时随地会出现在不同的句子当中，所以很多同学呢看到这个 that 呢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我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你学到的这个 that 这个字，它到底有几种不同的用法？譬如说 that 的不同用法的第一项里面，我们提到它解释成它当成指示代名词。哎呀，当成指示代名词这样讲就文言了，对不对？就是解释成那有没有那一个？ 那一只、那一条、那一块、那个，就是 that，就是指示代名词。为什么我们文法名称它是代替一个东西？可能是代替一个人哦，那位是谁？哦，可能是代替一个人。为什么叫指示？因为它是有方向性的。我们说 this 跟 that 两个常常摆在一起解释，this 指的是距离近的。我告诉你，这是粉笔，那是桌子，所以离我近的用 this。 比较远的指到比较远的那个东西，所以是有指的。到底告诉人家是哪一个？那个哪一个？讲清楚。所以这个在英文里面就叫指示代名词。所以一听到指示代名词，就是它本来的意思，解释成那个，解释成那个。我们来看看怎么用哦。不要忘记，它还是代名词的用法。来看一下例句：The weather in gao sheng is hotter，是比较炎热炎热的。所以你们看到英文的什么？英文的科学性，英文的逻辑性就出来了。你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你今天讲的是天气，所以你你的主词当然是天气。但是我们中文是这样讲咯：高雄的天气，你要听到这里，你才叫我讲天气。我不是讲高雄的美食，好，我我也不是讲高雄的地理环境、地理位置。我告诉你的是高雄的天气，也不是高雄人哦。所以你看，我们要听清楚了，英文不是英文，现在要跟你讲天气，现在要讲的主题是这个天气，所以它一开始就出来，the weather 是主词。 哪里的天气放到后面补充说明，只要能够说明，哎、欸，听好喽，同学，这个是我们刚才呢之前在讲到关系代名词，也有讲到相关的概念，只要是补充说明名词的字，一个字摆前面，两个字以上拿到后面去。所以，in 高雄不是两个字吗？修饰 weather 就放后面，这样了解了吗？所以高雄的天气不要讲成高雄 weather，没有这样的英文哈。 这个不叫语言，要搞清楚哈、哦。所以你要讲的是天气，主词、主题先出来的 weather 在哪里？哦，不是在台中，也不是在美国，而是在高雄。in 高雄这个字你可以直接讲高雄或者高雄，跟外国人的音一样也可以。好，那么呢，主词讲完，讲动词是怎么样？他今天要讲的是是比较炎热的。整句话，你 be 动词后面所讲的要跟前面的主词配合。The weather is hotter，天气是比较炎热的。 因为它有一个比较级出来，那它一定要是比谁哟、哦、？Then 这个字就是比 That in Taipei 这里的 That 虽然它是指示代名词，但是你翻译成那个那个到底是哪一个？那个它会用代名词，那表示前面已经提过了。对，这里的 That 指的就是 Weather，所以 That in Taipei 你不能翻译成在台北的那个，不对，这里的 That 指的就是前面已经出现过的名词，不要忘记。 代名词的功能就是代替名词。那这里的 that 叫代名词哦，它代替哪一个名词？你去找嘛，哪一个名词？地点吗？当然不是，因为这里地点已经讲出来，在台北，是在台北的什么、啊？在台北的 that 指的就是 the weather。所以整句话你可以这样说：The weather in gao x is n g i hotter than the weather in Taipei。 但是当名词重复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名词重复，所以 the weather 我们就用 that 来代替。你说老师在这个部分只能用 that 来代替吗？没错，在这个部分只能用 that 来代替。有的同学会说，老师我曾经学过啊，one o n e，one o n e 它可以代替名词啊。对，it i t 它也可以代替名词啊。 这里为什么不用 one 不用 it 而要用 that 呢？为什么？老师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是因为它有修饰语，它有修饰语来修饰它，有没有？它有修饰语来修饰它的时候，这个名词又跟前面重复，所以我们用 that。其实这个代名词的用法好，就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到底用 it 来代替，用 one 来代替，还是用 that 来代替重复的名词？其实这就是国二的课程当中我们会呢有一章。 给同学介绍的很仔细，我应该用 it、用 one 还是用 that 来代替？在这里呢，老师举一个例子，最主要是让你知道 that 你以前学过，它可以当指示代名词来使用，这样了解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重点。好，第二个呢，它也可以当所谓的指示形容词。哎呀，其实啊，这只不过呢，这种文法名称呢，只不过是在玩弄玩弄而已。 什么叫玩弄而已啊？它其实都是同样，刚才只是形容词，只是代名词，其实就是那个 that 那个字。可是为什么会有代名词跟形容词的差别呢？我说过，文法名称代表用法，代名词它是干嘛的？代替名词，形容词是做什么的？形容词是来说明名词。所以你看这里，Look at t h e dog，Look at t h e dog，这里的 that。 它是来代替名词吗？没有啊，从头到尾也只有这一句话，它到哪里去找另外一个名词？没有，所以这里的 that 它不是代名词。这里的 that 是在讲谁？是在讲 dog。啊，dog 不是名词吗？诶，我讲的不是我的这一只狗，不是你的那只狗，也不是某一只狗，我叫你看的是那一只狗，有没有？that 那那个什么，那只狗。 所以，我们说，只要能够把名词讲清楚的，都具有形容词的特性。所以，这里的 that 因为放在名词的前面，所以它叫指示形容词。其实都是在指一个东西。刚才那个 that 指的是天气，这个 that 指的是方向，那只狗，它都是在指示的。 好，不过呢，一个是代替名词，纯粹代替名词叫代名词。那么像这个黑板上的第二个例句，它是在讲狗的，所以那只狗名词前面那就是形容词，所以我们再才给它一个文文法名称叫做只是形容词。但是话说回来，这个 look at that dog 这句话你一看就看得懂了，哪怕你不晓得它是什么词，你还是可以拿来用，对不对？所以记住喽。 文法名称只是呢，谢老师呢在讲课、授课的过程当中，为了让你能够举一反三，为了让你能够自己去读通一个句子，看得懂一篇文章，所以我稍微用文法的角度来给你解释。如果一篇文章你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你都自己可以看得懂，你认得每一个字，认得每一个句子，请问你还要去了解它的文法名称吗？当然不需要。对呀、啊。 我们没有学过国语的文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得懂一本小说。我只要看得懂小说，我可以欣赏里面他到底作者要传达什么讯息，传达什么样的概念，他呢他的手耳什么写作的笔法是怎么样？我只要看得懂，我能够体会，我能够感动就好了、啊。我干嘛知道这一个字是到底是什么词呢？那个没有影响，这样懂吗？我在这里只是介绍 that 它有不同的身份而已。 但是英文句子看得懂最重要，不要去死背文法哈，文法只是讲出来让你知道哦，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功能，所以你才可以在不同的句子里面常常会看到 that 出现，这样了解哈。好，接下来第三个关系代名词，我们呢就是这一个这一个章节的重点，来看一下例句：The boy that is playing the guitar is Jimmy。好，来看一下这里的主词找出来，还是一样，主词在这里。 这里有个动词，这里有个动词，有没有看到？好，同学记得，当你看到一个一个句子基本结构，一个主词加一个动词，如果多一个动词呢？如果你看到一个主词两个动词，那一定要连接词。你如果看到两个主词一个动词呢，那要连接词。如果两个主词两个动词呢，还是要连接词。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我们看到，哎，这里有个主词，这里有两个动词，好，那它一定是连接词了。 对不对？因为后面这些字不可能连接词，所以它是连接词。很多同学说：“哎、欸，老师，我看到这个句子，我怎么知道自己的 that 是指示代名词、指示形容词还是关系代名词呢？”好，我现在再教你判断哦。你已经找出来这里有两个动词，所以这一个一定是连接词。你说老师，那纯粹的连接词，它可以当纯粹的连接词，为什么要关带？不要忘记，你看一下喽，这里为什么是动词？ 这里动词为什么填 is？我们说动词的单复数要由主词来决定啊，要由主词来决定啊。哎，它除了是连接词之外，它也可以当它的主词，有没有？而、呃、这个主词刚好就是它，所以不要忘记哦。关系代名词除了连接词的特性，还要加上一个身份，它到底是主格还是受格还是所有格？有没有那个格？那就代表它是代名词哦。啊，代名词也可以当主词。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判断，我知道哦，这个是一个形容词词句，因为我关带已经找出来了。所以刚开始你如果自己看不懂一个句子的话，你上课听习惯呢？谢老师这样讲解，慢慢那种讲解的方式就变成自己的方式。当你看到一个陌生的句子，谢老师又不在你身边，你怎么样？自己讲给自己听。诶，主词在这里，有两个动词，那连接词在哪里？在这里。诶。 那连接词哦，可是动词，因为有动词又得看一下它的脸色才能决定单数还复数哦，所以它又有主词的功能，所以这里是关带，哎、欸，冠带要引导形容词子句，所以我们把它找出来哦，形容词子句找出来你就知道了，记得咯，你说老师形容词子句你会，你当然会找啊，那我不会啊，那我怎么找？不要忘记了，这个子句叫做孩子嘛，找到头，找到心脏就是一个生命，找到头。 找到跳动的心脏，动词就是一个生命，在这里它叫主要子句。所以呢，当你要把这个形容词子句框起来的时候，请你瞄一下，被排除在外的，也就是不在框框里面的，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来检查一下，The boy is Jimmy，是不是完整的？是的。所以这里一句，这里一句，懂了没？所以这句话我一我是要告诉你一个概念，这个男孩是 Jimmy。 这个男孩是 Jimmy。哎，老师，这里有一堆男孩啊，你讲的是哪一个啊？哪一个才是 Jimmy？我一定要讲的更清楚，要不然你没有办法从一堆男孩里面找出哪一个是 Jimmy，对不对？所以我就讲喽，Who is playing the guitar？对了，哦，正在弹吉他的那个男孩是 Jimmy。正在弹吉他的那个男孩是 Jimmy。记得，我现在要介绍男孩是 Jimmy，我就一定要先把男孩讲出来，补充说明两个字以上要拿到名词的后面。 跟中文不一样，请你要特别小心。那在这里提醒一下你的这个用法哈，我们说弹奏什么样的乐器，用 play 加上的加上乐器的名称，一定要加上一个的。好，所以呢，弹吉他 play the guitar，弹钢琴 play the piano，或者是拉小提琴 play the violin。 我们中文有不同的动词，有弹、有打、打鼓、有拉、拉小提琴、有呃吹、呃吹直笛、吹长笛。我们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英文在表达吹奏乐器、弹奏乐器的时候，动词只有一个叫 play。那稍微给同学做一下复习，另外一个不要搞错。好，这个乐器名称前面要加的哦，但是有一个是不能加的的，什么运动名称？对不对？ 运动名称前面不能加的，所以你打篮球 play basketball，打棒球 play b a s e b a l l 或者打羽毛球 play badminton，有没有 play 后面直接加运动名称？可是弹奏乐器要加一个的，像这种东西呢，你多练它几次哈，你就会了，自然而然就会了。哎，你正在弹钢琴吗？哎，Are you playing the piano？哎，你在干嘛？ 我正在呢打篮球，I'm playing，I'm playing basketball，不能加的，有没有？多练习一下，好，多练习。好，除了关系代名词的用法，第四个连接词，诶，它还有连接词的特性，我们来看一下。I think 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来看一下，很多同学会搞不清楚关系代名词跟连接词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关系代名词的 that 中文没有解释。 连接词的 that 中文也没有解释，那我怎么知道它是关系代名词还是连接词？没错，虽然说了，我们看一个句子看得懂就好了，我们可以不需要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词性。但是不要忘了，现在老师这么努力在这里教英文，要了让你了解英文的概念，最终的目的就是，当我不在你身边时，当你看到一个句子、看到一篇文章，没有人可以给你解说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自己看得懂？ 好，有没有这个能力是最重要的，因为语言的东西不能老是依赖人哦。谢老师有讲过的句子你才会，谢老师没讲过的你就不会，这样不行。好、哦，这样你的学习进度会太慢哦。所以了解的概念你要自己能够去分析句子啦，然后分析文章。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 that 到底为什么它是不一样的词性。来看这里，主词动词，这里又有个动词，所以 honesty 叫诚实，诶，名词可以当主词哦。 好，两个主词，两个动词，来这里的 that，你说，哎，老师对啊，跟刚才一样啊，哎，两个主词，两个动词，所以它当关系代名词，不对，不要忘记，听好，关系代名词是代替名词，它是代名词哦，这个代这个字就是代替名词哦。老师要请问你，这个 that 代替哪一个名词？对，就在它前面，走在前面，先行词，所以是谁 is playing the guitar 是男孩。 这个男孩是 Jimmy。这个男孩正在弹吉他，正在弹吉他的男孩是 Jimmy。所以这里 that 指的是男孩。然后我请问你，这里 that 指的是谁？Think 不对啊，同学，代名词是代替名词，think 是动词，哎，代替我，哎，我干嘛要被代替？我已经告诉你，我认为了，要、啊、干嘛要代替？不用代替。所以他有没有可以代替的名词？没有。于是他只是纯粹。 连接两个主词、两个动词的连接词而已，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呢，从这里你可以很清楚的分辨。那当然，that 当连接词呢，我们会在连接词的那个章节里面呢，给同学做一个很详细的介绍。那么这个句子呢，整句话的意思：I think 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这里的 policy 指的是政策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我告诉你呀、啊，诶，我认为啊，诚实是。 最佳的政策，其实讲简单一点，我认为诚实为上策。你不小心砍倒了樱桃树，哎，怎么办？要不要跟爸爸说啊？哎，谢老师给你一个建议哦，我认为啊，诚实为上策。英文就讲成，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有没有？这样才能够当国父嘛，对不对？华盛顿的故事了，我认为诚实为上策哦。I think。 That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记起来，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很好用哦。好，这个是我们顺便跟你提醒的。下次在一个句子里面看到 that 的时候，不要惊慌，稍微分析一下，你很容易、很清楚的就可以了解它到底呢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整句话都看得懂，看得懂，那不晓得它是什么身份也没有关系的。好，下面还有重点，我们继续看下去哦。 主格冠代需要注意的重点呢，我们已经告诉各位同学了。接下来要看的是所有格的关系代名词的用法。好，标题：所有格的关系代名词。你知道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诶，它后面跟的对象不一样哦，它位置不一样，表现当然就不一样喽。所以呢，来看一下所有格的 whose，它的先行词不管是人、事物或者动物都可以用，它也是属于通用型的啊、哦。那么所有格的冠代 whose 后面是跟什么？跟名词。 啊、哦，跟名词，你看到名词，那前面用什么？前面用 whose 这一个所有格。不过呢，我们等一下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重点，必须要同学特别注意的。等一下老师会提醒同学。我们直接从这个例句来看，第一句 I know a girl，我认识一个女孩。第二句 His 呃、uh,，her father is a journalist。journalist 这个字可能对同学来讲稍微难一点。journalist 指的是新闻记者。有的同学说，哎，老师。 我学过记者这个字诶，好像没有那么困难。对了，记者这个字呢，我们可以用 reporter、report 这个字来看一下。report 这个字是动词“报道”的意思。report，、嗯、那么动词字尾加上 er，reporter 就会变成报道的人。那么我们也可以称为记者。一般来讲，我们不强调他是什么方面的记者，我们可以指。 Reporter 可以用这个字来通用哦，要强调他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我们会讲成 journalist，journalist 好，要特别注意一下。所以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的爸爸呢是什么？她的爸爸呢是一位新闻记者。好，来，首先一样的，我们既然用关系代名词要把这两句话合并起来，那记得代名词那就是因为它重复，所以才要被代替喽。来看一下喽。 这里我认识，这里有个女孩，她的爸爸，请问这里的她的为什么要用女生的 her？这里为什么要用女生的 her？是因为这里的 her 指的就是 a girl，所以呢，看一下这里的 a girl 跟这里是重复的，只不过这个重复的部分，同学要特别小心，这个重复的部分呢是所有格，有没有 h e r her？ her 这个字本来就是所有格了，所以它跟它重复省略掉之后呢，我们知道改成所有格。这个划线的老师不多讲，划线的就是先行词喽。先行词为人、事物或者是动物没有关系，所有格要改成 whose。好。 有的同学，如果你再不清楚，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为什么不直接讲 I know a girl, her father is a journalist？” 那当然了，你中间如果用逗号了，语气没有停顿，当然两句话要有连接词，不要忘记这里的 whose 有所有格的特性，也有连接词的特性，它可以把两句话连在一起。所以这里的 girl 要特别注意咯，女孩。那么呢？ 先行词，所以这一个子句就合并到这里来，方法是一样，有没有？你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在讲，诶主格关代 who 啦，或者是 w h c h 或者是 that 的时候，合并句不是这样吗？首先你要把重复的地方找出来，因为重复才是需要放代名词的地地方，对不对？代名词就是代替名词，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重复划掉之后，当然把一个代名词放进去，要摆的恰当。 这个代名词除了可以把两句连起来，你还要符合这里 her 是所有格，你换的当然换成关系代名词还是所有格，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就形成了。好，老师从这里开始写啊。I know a girl? k n o w A girl whose whose father a s a？顺便背一下这个单词，叫做 journalist。 好，I know a girl whose father is a journalist。中文翻译记得，我认识一位父亲是新闻记者的女孩。同样的，我也可以换呐、啊。我认识一位啊，妈妈是什么？英文老师的男孩。那英文怎么讲？I know a boy whose mother is an English teacher。对了，自己改掉其中的几个字之后呢？ 那这句话就会变成是属于你的英语了，了解吗？所以呢，老师在这里建议同学了。有的同学可能有写日记的习惯，可能不是每天写日记，可能是两三天会写一篇，诶有关自己的心情的叙述，或者你所看到的一些景物的描写，写在你的日记本里。哈，刚开始你可以用代换的。今天我看到了 a girl，本来是一个女孩，你可以把一个女孩换掉。先从一个字一个字开始换，再从一句一句开始换。 从错误的句子换到正确的句子，反正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找练习英文的机会就对了。好，别人不给你机会，外面的环境不给你机会，有的同学会跟我说：“老师，我的爸爸呢也不讲英文，妈妈也不讲英文，兄弟姐妹也不讲英文，我跟谁讲没关系，自己创造机会。好，自己去听一些英文歌。好，电视上也有呢，怎么样、哎？也有人讲英文，用听的电视影集，用听的，你不要看字幕，听听看。” 好，然后去找呢。哎，英文课本里面当然很多的英文句子啦。那、啊、当然再去找一些英文杂志来看一看，要创造属于自己的英文环境。好，所以呢，你看这个合并句是不是跟刚才我们讲的主格其实方法都是一样的？好，再来做一个练习，让你更熟练。在第二个例句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句，Look at the house，你看看这间房子。什么样的房子呢？Its roof was damaged，它的 roof 屋顶。 啊、哦，它的屋顶呢 was damaged。为什么用被用被动语态？因为屋顶不会自己把自己弄坏。屋顶跟 damage 损害这个字，主词跟动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被动，屋顶是被损坏的，被外力造成的哈、哦。所以被损坏就是一种被动，所以用 be 动词加 P P，不要忘记了。同样的来看一下，这里有个 the house 物品，这里有一个 is，有没有？is 没有一撇哦。 同学要特别注意咯，有一撇的意思是 it is 的缩写，没有一撇的叫做它的是所有格。那这里没有生命的东西，它的指的是什么？哎、欸，这个房子的屋顶，它指的就是它。所以换掉两句话连起来，要有所有格的特性，又要能够把两句话连起来，就是要具有连接词跟代名词的功能。那当然是关代 whose，w h o s e，whose。E, s? 好，合并。 重复的地方在这里，所以呢，我应该放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是先行词，了解哈？好，所以呢，这句话写下来，我们说，Look at the house，Look at the house，然后呢，Whose 写下来，Whose roof was？我们把 damaged 写上来好吗？ 好，Look at the house whose roof was damaged。你看那一间房子，哎，老师这里有一大片呢，有好几间房子，看哪一间呐、啊？你看那一间屋顶怎么样？屋顶受损的房子，你看那一间或那一栋都可以。你看那一栋屋顶已经受损的房子，在这里，屋顶跟损坏这个关系被动，但是我们中文从中文是听不出来的，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 在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重点，我要提醒各位同学。有的同学说：“老师，这里的 roof 我可不可以把它当成主词？这里的 roof 我能不能当成主词？”不对，同学，这个东西老师必须要在这里提醒你的是，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受格的关系代名词，很多同学会搞错。 记得这里为什么用 whose？因为它的后面是什么？它的后面是动词，动词前面的主词是什么？来，同学，这整个的叫做主词，这个整个叫做主词，不是 roof 是主词哦。这整个叫做主词，在主词里面，roof 也是主词，所以在这个主词里面呢，还包含所有格。我说，car is over there。 诶，车子在那里，谁的车要讲清楚？My car is over there。所以这一句话，我的车在那里。这句话的主词是谁？这句话的主词不是只有车，要讲清楚谁的车，我的车。所以这句话要讲的我讲的是我的车，不是你的车，也不是他的车。所以这句话的主词，my car 才是真正的主词，car 不完整。所以你说老师，这一个 roof 是主词，这里是动词。诶，那前面一定要用 whose 吗？是的，一定要 whose，因为这整个才是主词。 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拿下面的这个句子来做比较。我们先把授格的官带看完之后，我们再两个题目来做比较，同学会更清楚。好，如果老师没有做过这样的比较的话，很多同学还是会搞得五撒撒。吼、哦，好，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授格的关系代名词。授格的关带呢比较复杂一点，授格的关带比较复杂一点，复杂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等一下告诉你哦。先看一下授格的关系代名词，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受格 whom 我们讲过了，先行词为人的时候，它又出现在主词动词或者是主词加动词加介系词的前面，受格官代我们用 whom，你还记得吗？当我们一开始跟你介绍到人呃关系代名词的种类的时候，我们有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我们教了你两个例句，I love him，I play with him，还记得吗？ 对了，人称代名词的受格是出现在动词或者是介系词的后面。人称代名词的受格，一般来讲，来，老师写在这里。一般来讲，受格应该是主词加动词，加上什么？哎，有时候会有介系词，不管有没有介系词，怎么挂号？有时候会有。啊，及物动词的话就不需要介系词，不及物动词的话就要介系词，然后后面才会加受格。 但是呢，当这个受格我们要把它改成官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给它拿到前面去，记得咯，这个是人称代名词的受格，主词加动词后面受格，主词加动词加介系词后面来一个受格，这是人称代名词的用法。但是关系代名词的受格，同学们有有看到，好，受格的官代 whom，它却要放在主词加动词或者是介系词的前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先从这个例句来看，其实方法一样，跟所谓的呃主格的关带、所有格的关带，它合并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一个重点很重要，同学听好喽。The man is a teacher，再来，She married him。这个人是一个老师，然后他呢嫁给了他，他嫁给他，这个他指的是谁？ 这个他指的是谁？是不是指这个人？有的同学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老师，这个他能不能指老师？这个他能不能指老师？可以哦。老师，谢老师在这里要请同学来思考一下，这里 him 指的是 man 还是指 teacher？你想想看哦。假设如果 him 指的是 man，那关系代名词应该放这里，应该是。 他嫁的那个男人是一个老师。如果你放在这里呢，你把这一句放在这里，就变成这个人是一个他嫁的老师。这个叫中文吗？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从这样子，谢老师跟你分析，你知道，因为在这里出现了一个 be 动词，这个人就是老师，老师就是人，所以很多同学会搞不清楚。那当然，我要补充说明的时候，这个形容词子句是要放在我所补充说明的名词后面，但是你要看。 补充说明的对象到底对不对？再讲一遍。如果你说这个 him 指的是 man，那么这一句应该摆在这里，叫做他嫁的这个人是一个老师。嗯，很顺，很流利，很正确的中文。如果你说这里 him 指的是这个老师，所以就变成这一个人呐、啊、是一个他嫁的老师。 哎，这句话就不对了哈，这句话就不叫国语了哈，因为表达好像怪怪的，对不对？好，所以从这样的什么，从这样的判断，你知道我们的第一种说法，也就是这一句要放在这里才是对的。所以这里的 him 指的是 the man。我们说过嘛，形容词子句，你要形容谁就放在谁的后面嘛。好，所以 him 指的就是 the man。来看到了，他跟人家重复，所以他省略 him。 指的是人，而且，请问什么格？不用讲，H I M 本来就是人称代名词的受格嘛，所以我们说受格换受格，主格换主格嘛，所以是受格 O，所以这个地方换成 Whom。好，按照我们之前告诉你的来看这里哦、喔，这个画起来重复的地方，先看一下，回忆一下所有格的这个句子，这个是 House。 its 指的是 the house，eps 对不对哈？所以就是房子的屋顶，所以这个是指房子，这个也是房子，只不过它是所有格，所以我们用 whose roof was damaged 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了，变成 the house whose roof 有没有关系代名词紧跟着先行词？但是同学，同样的合并句换一个受格官带请你看好了。 先行词我们说了，先行词是重复的那个名词，也就是 the man。可是我们的关代在哪里？我们的关代在后面。你能不能写 the man she married whom？不行，这个不符合呢。我们的什么英文？因为从一开始谢老师跟你介绍到关系代名词的用法，谢老师就告诉你，告诉你什么？谢老师就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 关系代名词所引导的形容词子句要紧跟着先行词，当然难免有例外，就是它有指到，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句子有没有啊？住在那栋公寓的那个老人家呢？他非常的富有。那个句子，那因为它还有一个修饰语在那栋公寓，它有别的修饰语把它隔开的，所以它呢，我们会看到有的句子它的什么关系代名词并没有紧跟着先行词。 不过，请问这句话还没还有别的修饰语吗？没有，没有别的修饰语的时候呢，关系代名词一定要紧跟着先行词。问题就来了，同学，我请你思考一个问题：先行词在这里，关系代名词在最后面，怎么样让这个关代可以紧跟着先行词啊？很简单，你很厉害，有的同学已经想到了，我要合并之前，我先把它抓到前面去，有没有？ 我要合并之前，我先把它抓到前面去，这样我的关代才能够紧跟着。我们说关系代名词是代替谁？它到底代替谁？代替谁很简单，就在它前面。所以为了要让关代紧跟着先行词，所以我要放进去之前，先把它抓到前面去。所以整句话变成了 the man，然后呢 whom 拉到前面之后，再来引导 she married。 然后呢，再写 is a teacher。有没有看到？好，那你已经知道为什么了。看这句话，She married him。him，纯粹一句话，它是人称代名词，就是代替他。她嫁给了他。这个是人称代名词的受格，放在动词的后面。我们刚才讲的，有没有看到？主词、动词加受词。 或者主词、动词加介系词加受词，一般人称代名词的受格是放在动词的后面。那么，在这个句子里面，为什么关系代名词的受格在这里？关系代名词的受格 whom，它是放在主词加动词的前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这时候 whom 是代替谁？有没有看到？你可以一清二楚的知道这个 whom。 代替的就是 man，有没有？这个 whom 代替的就是他，原因就在这里了。所以，人称代名词有三个：主格、所有格、受格；关系代名词有三个：主格、所有格、受格。但是在受格的这个部分，它的位置是不太一样的。我已经介绍了为什么会这样，它的理由紧跟着先行词。这个人什么样的人呢、啊？他所嫁的人呢、啊？ 是一个老师，好、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你要能够呢，直接从这两个句子直接变成这样子用官代来表达的这样受个官代表达的句子，其实不太容易，你必须要去思考。尤其呢，刚你刚开始学到这个概念，然后要马上用英文讲出这样的句子，其实有点困难。 不过就是你要多练习哈，记得他们受格是这样子来表现的。那不要忘记喽，在一开始我们讲到呢关系代名词的种类的时候，我们曾经告诉你，受格官代先行词为人，先行词为人，受格官代呢，我们也可以用 who 来代替 whom。所以谢老师把 am 给它关号起来，所以这句话你可以讲成 the man whom she married is a teacher。那当然了，现在更多的外国人他讲成 the man。 Who she married is a teacher，也有人这样子说。好，那么讲完了受格官带，我们刚才要提醒你的是，我们刚才呢有提到一个，就是这里是所有格官带，这里是受格受格官带。有的同学看错喽，有的同学说老师，你看 she 主格 married 动词主词动词前面用受格官带。有的同学说老师。 这里的 roof 是主词，was 是动词。这里为什么不用 which 受格关带？同学要特别注意咯。r o o f 不是单纯的主词，整个主词是 whose roof 才是主词。这里是序是纯粹的主词，所以你很明显的看到主词加动词前面用受格关带。你不能说 roof 是主词，was 是动词，那你这里填 which 是受词。请问你这一句话我哪里需要受词？ 它的屋顶呢受损，房子的屋顶受损。整句英文 Its roof was damaged。请问你哪里有出现受词？没有啊，没有出现受词，你怎么可以用受隔官带来代换呢？要搞清楚，这里有出现一个 him，所以我们用受隔官带 整句话没有受格关带啊，受格受词出现，那你当然就不能用受格关带来代替它了。这个小地方，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下。所以很多同学以为啊，哦，看到名词就是主词啊、哦，看到动词，所以前面用受格关带不对。你要判断一下这里的 roof 到底是不是纯粹的主词。如果不是，你说老师我怎么判断？如果我不要看这两句的话，哎，看这个房子，屋顶损坏，谁的屋顶？一定是房子的屋顶。 房子的这个 h o s e 是所有格，所以要加一个的哦。啊，h o s e 指的是房子啊，而且还要加一个的，那不就是房子的屋顶？所以这一句话绝对不是用受格官带来合并啊、哦！不要嫌谢老师呢啰嗦，一定要交代的非常清楚。谢老师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细节都要让你很清楚，这样你才不会呢坐在电视机前面呢看得一头雾水。 所以，我们每一个细节都会交代的很清楚。所以下次你要运用的时候，你的头脑一定要很清楚。刚开始不太会，速度慢的时候，一边要想这个英文怎么讲，一边要想着，哎，对，谢老师上课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一定要紧遵守谢老师所交代的每一个细节，这样了解吗？好，这个是授格官带在合并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它要多一个步骤，因为它紧跟着先行词，所以要把它抓到前面去。好多做一些练习，总是不会错的。 我们再来一个练习吧。接下来看下面的这一个例句。各位同学，我们来做一个呢受个关带 whom 的练习。第二个例句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The woman has just left the office。这个人呢，诶，那当然了，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也不用特别强调女人，你要翻成这个女人或这个人都可以哦。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诶，讲话者跟听话者呢很容易的知道我们讲的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呢啊、哦。这个人呢刚刚离开了办公室。 You want to see her？你想要看她，啊，你想要看她。那么当然了，还是一样，找出两句话相同的地方。这里的女人，当然她的代名词用的是 her，而且你知道她代替的一定是人 woman，人 her 什么格？受格，受格用谁？whom。Wh 那当然呢，你要用 who 也可以啊。现在呢，外国人讲话呢。 大部分都用 who 哦，他直接用 who 来表示了哈。好，所以呢，你知道已经代替，已经是受格官代 whom 来代替，或者用 who，不要忘记要多一个步骤，受格官代怎么样能够紧跟着前面的这个先行词？我们很简单，合并之前先把它拿到前面去，要特别注意一下，先拿到前面去啊。好，所以呢，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这样的重点了，不要再忘记了 the woman 这个人，这个女人，好记得。 Whom 先写下来，它才能够紧跟着先行词 woman，也就是重复的名词。那么 whom 拿到前面，它后面才能够引导形容词子句，有没有？所以 whom 拿到前面，whom you want to see，whom you want to see，然后呢再写下来 has just，has just。老师写这里比较小一点哈，同学可以配合一下我们的讲义看一下，left the。 Office，好，整句话出来了。所以形容词词句呢，我们把它找出来，在这里，whom you want to see，你想要找的，你想要看到的看的那个人呢，那个女人呢，刚刚离开办公室，刚刚离开办公室。所以形容词词句来修饰前面的名词，同学你已经很熟悉了。同样的，来这里挂号起来啊、哦，我们用这个把它挂号起来，还可以省略，用 who 来代替 whom。 好，这个是我们讲到呢，先行词为人的时候，受格官代用 whom 或者是用 who 来表示。接下来看第二个，如果是受格官代 which 呢？来看一下，那么 which 还是一样，跟主格官代的用法是一样的。它的先行词是事物或者是动物啊，先行词为事物或者是动物。同样的，放在主词动词或者是主词动词加介系词的前面，受格官代我们用的是 which。 合并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是受格哈。最大的差异是你要判断它的先行词，它的到底是什么特性来决定应该用 whom 还是用 which。例句：Here is a magazine。这里有一本怎么样杂志？杂志 magazine。I borrowed it from Miss Wang。我借这个东西跟谁借？从什么人那里借来？From。介系词加上对象 from Miss Wang。 Miss Wang，你可以翻译成王小姐，或者翻译成如果在学校你叫 Miss Wang，当然就是王老师。记得在学校的老师，老师是一种职业的名称，它不是一种称呼。所以，我们中文讲的王老师不能讲 Teacher Wang，不对。男老师就 Mr. Wang，女老师结婚的就 Miss Wang，啊，结婚的是 m i s s This Wang，那没有结婚就是 Miss Wang。那当然，现在有一个叫 m i s s e s Misses，那当然，我们不好意思碰到一个老师，一个女老师就问他：，哎，你结婚了没？你为什么要问我结婚了没？你干嘛要问谢老师结婚了没？这样我才可以称呼你啊！哦，如果呢不晓得，没有办法判定说没有办法知道说那个老师到底结婚了没，那就用 Misses，Misses 来表示啊、哦。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称呼，记得不管怎么样，王老师，不管男生女生，绝对不能叫做 Teacher o n e Teacher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它是一个职业的名称，而不是一种。 称呼这样了解吗好？好，找到重复的地方在这里，a magazine，跟 it，不要忘记要发挥冠代的功能，它代替名词，是一个名词重复。好，它更加重复，去掉，来写下来，它是一个物品。然后呢，在这里 it，你说老师主词也是 it，受词也是 it，我怎么知道它这里受词？不要忘记要看它的格，要看环境嘛。 你看，我现在在教英文，你知道我是英文老师。你如果不认识我，走在路上，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好，所以看环境来决定身份。动词后面 show 格，所以用 which。那当然，有的同学反应很快啦，说老师，这里除了用 which，我可不可以用 that？当然也是可以的啦。合并起来，不要忘记，还是一样，show 格官代。叮咛你，一定要让官代紧跟着先行词。所以这一句话呢，这里有一本杂志。 Here is a magazine。我们先把呢所谓的主要字句写出来，然后呢，汇去授个官带赶快写下来。这里有一本杂志，这个杂志是什么杂志呢？Which I borrowed。同学要小心啊，要小心，这个 it 已经换成汇句了，所以在写的过程当中不要再把 it 写下来，不对，which I borrowed 后面再写 from。 From Miss Wang。好，那么呢，形容词短句呢，我们把它找出来，在这里。哦，这里有一本呢，我向王老师借的杂志，或者我向王小姐借的杂志。 这样的合并呢就很简单了，有没有看到？其实方法都一样的哈，不管是主格官代、所有格官代还是受格官代，它的方法都是一样，先找出相同的，因为有相同的才能够换成代名词。那么另外呢，受格官代只是多一个步骤而已。好，下面还有一个例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Remember the advice，记住这一个中顾哦 a d v i c e 中顾。 有人讲忠告啦，有人讲忠固啦，哈，那谢老师当然是念忠固啦。以前学课本上就学忠固啦。哦、oh,。Remember the advice，记住这个忠固，什么样的忠固呢？I gave you the advice，我给你这这一个忠固。好，记住这个忠固，我给你这个忠固。很明显的这个句子真的是太明显了，不用刻意去讲你就知道重复的地方在这里。要记住这个忠固哦，记住什么忠固？哎，补充说明是谁给你的忠固？补充说明的在这里。 所以省略掉，advice 是什么？哎，中古我们可以写是写物都没有关系，反正它是一组的。我给你，不要忘记这个给予是什么？授予动词，给你什么东西？这里有一个受词，这里还是受词，这里哦受格，所以物品受格用 which。好，不要忘记喽，重复的地方是先行词，所以第二句我们要放在哪里？ 第二句要放在先行词的后面。再次叮咛，不要嫌弃老师啰嗦，你也要特别小心。一看到受格官代，马上告诉自己要多一个步骤，把它拿到整句话的前面，所以就形成了 remember，remember the advice，remember the advice。记住这个中顾，来记得受格。 关带拿到前面，which，which which I gave you。那我们来看看整句话应该怎么样翻译。记得形容词子句讲完，再来讲什么？再来讲名词。所以记住，我给你的忠告，记住，我给你的忠告。对了，这样翻译。 特别注意 “advice” 这一个字呢，我们叫忠固，但是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欸。可是你说，老师，我如果告诉人家、欸，你记得我给你的那个忠固吗？记得我给过你两个忠固？欸、要数怎么办呢？对，很简单，老师顺便教你了，把单位记起来，叫做 a piece of a piece of advice，我们叫一则忠固。 如果两则呢？当然了，它不能加 s 的，所以只好在这里两则 two pieces of advice。所以，哎，不可数名词呢，还要把它的一跟二表现出来的时候，那它可能要借助单位 advice 这个不可数名词，我们用的是 a piece of，two pieces of。 在这里刚好碰到这个单子，顺便呢加强一下同学的概念。好了，还是一样，一个小时很快的又过去了，我们又了教了很多同学很多的观念。不过还是要休息一下，还有更多的关系代名词的重点等着你喽。待会儿见，拜拜。